本周台股大盘持续测试9400点支撑，尽管强势电子股一度回神，不过市场还在观望哦，多头还是示弱。盘面上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资金是由电子股转到传产股，投资人应该要密切关注后续的外资动向。详细内容带你来看就是乐视。